今晚一道彩虹的播出是逢中秋团圆节，所以在演出的人员方面的服装呢都配合着古老的传统节日。很多人都晓得今晚的月色呢是最明亮，但是如果说在夜深一点的话，月亮就显得有点朦胧，就是朦胧也有朦胧的美，你不妨一起来欣赏。